陈局长啊，我们的蓝局长，还有我们的这个陈董事啊，还有我们这边丁新的这个同事，各位各位这个嘉宾，非常欢迎啊，各位嘉宾啊，今天能够莅临啊，各位业界的先进，在今天能够莅临电信技术中心。那么我代表 TTC 的全体团队在这边呢，诚挚的欢迎，诚挚的欢迎各位的莅临。由于各位嘉宾的莅临，那么使得本中心呢顿悟了一些什么？那么具体的贵气财气，那么对中心未来发展一定非常的有所注意。那本中心这个实验报道的这个新建，我们要特别感谢这个政府。那么当时在预算这个签合情况之下呢，也感谢立法院的王院长金锦先生以及前高等县长这个杨秋兴县长那么来协助争取经费在建制的过程里面呢，我们非常感谢这个南科管理局在行政上的给予支援。那么我们从93年这个开始就进驻在南科，但是呢当时我们没有这个到场的地方，我就租了南科管理局的这个标准厂房开始作业。那么到了97年三月，我们开始这个筹措了经费，我们来建这个大楼。那么在南科管理局的行政指导的协助之下，在今年的7月，我们终于拿到执照，也开始营运。那么刚才市里也讲过，我们这边大概是变成实验室但是我们还有一个叫 NPAC 的那。所以说起来，这个是一个多功能的实验室。那么希望这个实验室的建制呢，可以为南科这边带来高科技的进步。我 TTC 呢在这边最主要是要达成4个这个使命，我们包括刚才市里也讲过，实力主管机关来执行公权力，那么来成为政府这个。机关的政策跟技术的智库，成为国家级的实验室，那么还有数位会的第三人的这个平台，在这边呢，来是我们最大的实验室。那我们希望这个实验大楼建成以后，我们有四个目标要达成。那到11点做我们的这个委员会，大概就是委员会来报告一下说，我们将来在南部以及在南部的发展，以及我们把太阳能。所以呢，我们会。